糕也是不能拿上飞机哦，大家记得好吧？哦，所以呢，你看你们整理一下哈、哦，你们整理的时候哈、哦，你要记得不要在机场大咧咧的把这个拆开，好不好？因为大咧咧的拆开，我怕那个税关的官员会来收税条的时候，刚好看你在拆。哦，所以你要记得这个，你千万要掌握好哈、哦。然后那个税条有没有？我们在排队要过那个大件的行李、托运行李的时候，那个人可能会来收税条，麻烦你私下还给他。没有事没有关系，下一次，譬如说你去东京、大阪，再私还给他也可以。哦，不要太拘泥说你要交给他，因为他本来就小机场，他小机场，哦，小机场他那个是。他们那个税关的分机构来收的，还有时候那个年轻人哦，收到一半他就来不及进去。